您刚才提到建立教会需要有新的人来加入教会，可是我的问题是，如果新来的人他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并与执掌者的不一致怎么办呢？比如他来到教会的带领面前说，我要带领这个事工，我要做这样的事工，这个事工要用这样的方式，那我们该如何来回应他呢？当然，如果有人愿意来参与职堂的施工是很好的。当然，你也说的对，我们都是来自于不同背景、不同思想、不同想法的人。因为有时候我们所来自的教会那个施工非常的好，我们也希望这个施工在新职堂的里面。也许这是个好的想法，也许不是。但是下一章里面我们会提到教会职堂的预备阶段，就是在你还没有开始之前的预备中。你的团队需要聚集在一起，你们要有共同的意向才可以。后面我们会详细的来说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对于你的核心的职堂小组来说，你们一定要有共同的意向，也要对什么是核心，什么是非核心有共同的认识。有些人可能会跑来说，啊，我们原来教会有很好的儿童施工。但是我们要问一问，这个事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核心的呢？还是我们可以再等待？也许我们可以以后再做。但是在职堂的早期阶段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核心。另外，你也要注意很有个性的人。我们之后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，但是一般来说，刚刚成立的教会会吸引一些非常有个性的人，很有想法的人。他们会看到这个机会，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教会，虽然很小，但是我也很小，但是我可以做很大的事情。所以他会觉得我终于可以实践我的想法，因为这是一个小的教会，他需要我的帮助。有些时候你的确要让这些人慢慢来，你可能会对他们说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这是我们的意向，如果你可以和我们的意向一致的话呢，那将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如果和我们意向不一致呢，我们实在没有太多的安排。所以这是领袖团队的问题，那我们后面会探讨如何来创建一个意向。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您刚才提到宗派性的职堂，那么这种职堂是建立一个宗派吗？那么宗派性的职堂，这个宗派呢，这个字可以被理解为也许是异端，像耶和华见证人，但是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所指的是在正统教会里面的一个宗派。所以我用宗派这个词只是用在正统教会里面，没有跟异端没有关系。那这个字最初是由穆里提出的，在他的教会职堂这本书里。所以我指的宗派并不是指那些秘密聚集在一起的人，他们有错误的教导。所以你们可以理解宗派，例如像浸信会啊，或者是长老会，或者是路德宗的教会。所以我所说的宗派是指这个，是正统的宗派。在俄罗斯，经常我会听到有人这样谈论教会职堂，他会说，啊，我知道教会职堂，但是我觉得，教会还有那些领袖，他们有很多问题，我不如自己待着，然后跟上帝建立关系，让上帝亲自引导我的心。那么你该对此如何回应呢？首先，我们要承认，很多人在教会的确有很多负面的经历，所以我并不是要包庇教会。当教会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他们是不能推卸责任的。很不幸，这些是真的在发生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来理解，而不是要来为教会辩护，甚至去指责那些受伤的人。通常当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一般来说他们是有一些负面的经历，所以首先我们要试着理解他。同时我们也意识到教会并不是完美的，教会是由一群罪人组成的。所以当我们想要来服侍基督，用合适的方式，用清洁的方式，但是我们仍然要意识到我们现在并不在天堂。所以我们要保持谦卑的态度，要承认教会所犯的错，我们并不是完美的。我想大多数人遇到这样负面的经历，都是因为教会他们没有勇敢地出来认错。
当教会伤害了别人或者没有诚实的时候，没有人愿意出来承认。所以我们也要让人们知道，即便教会是不完美的，但是你独自依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。你不要想着只把自己关在祷告室里面就可以来爱耶稣，而耶稣说，如果你要爱我，你就要去爱别人，你要去爱我放在你身边的人。耶稣说，你现在是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，你有弟兄姐妹，你不能与你的家人隔离啊。上帝给了你很多的恩赐，并不是让你独享的，你要用这些恩赐去服侍别人。这样通过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达到成熟，而只有在教会里面才可以做得更好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当然可以关心我的同事，但是这与同属基督一个身体并不一样。基督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，所以我们要谦卑地来说，教会并不是完美的，我也不是。你知道有一天有一个人对葛培里说，我还没有加入教会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。葛培里就说，如果你找到了这样一个完美的教会，你千万不要加入，因为你一旦加入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。这就是我的回应，还可以接受吧。我们致力于服务当代基督徒群体，提供丰富的基督徒装备和布道资源。浏览 TV Seminary 的线上资源，请访问 tvseminary.com。